いやー、三円ジャパン、推し三円。はいよ。ルル。哦，ルル又遇到了，不是遇到，约好约好。大家记得吗？上次的四零年四零变，真的厉害耶！大家也说差的，还好还好，还好吗？是有点多，因为我吃了你的份啊。对，不好意思了。对，ルル他其实在快系熟悉一点的那个女生，有成功的人吗？有两位。那个女生吗？所以我找到他，厉害的。我的超好，蛮厉害。你怎么不找另一个男生啊？然后我们今天来了苹果工坊，吃到饱的。上次的话，我们花五千元；但吃到饱的话，上次的东西可以多。我也很开心。好，那走。你等一下都可以吃到一样。今天也开始计划哦。好。不要限点哦。好。好吗？好。这个是什么？薯条，嗯，对，薯条，嗯，没关系。那今天的计划是，我听说你最近胜利，所以今天我们挑战是100个，让你到开始。三元ジャパン，哦，很清爽耶。但露露，嗯，这个不是蛋糕啊。刚刚听我的话吗？今天吃蛋糕的时候，先让我吃点饭吧，我很饿哎。好，没关系，这个是它的牛蒡鲜，所以大家不要担心，对吧？啊，我吃完了，太乖了。哦，又来了耶！但这个也是不是蛋糕，没关系，这个是它的牛蒡鲜，大家不要担心，应该快开始今天的计划，对吧？对，没错，他一直专心吃，所以他不需要聊天，交给我。聊聊的部分，他的份一起六个。那我想要抹茶千层，给我两个，奶酪两个，马卡龙两个，就一次六个。那我问你，太怪了。好好吃哦。嗯。哦哦，进去了。好吃。那巧克力好好吃啊。六。啊。露露，等一下，节奏太好了耶。你没有看过 YouTube 吗？ YouTube 的话，重点是跟大家分享吃的习惯，所以你先说感想之类的，你一起吃吧。好，我找找。对对对，感想。这巧克力很浓哎。真的。嗯。啊，对对对。这样就绵绵的。不对，刺激的，这样子。嗨，嗨，什么？那给我们两个仲夏野莓。看我，示范一下。来，看一下，好香好滋耶！是，嗯，很甜耶，跟三元一样甜。啊，没事没事，这样啊，这样，一定要像你这样子吗？对，这么夸张？不是夸张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你在说是那个。享受自己的感动，然后表现感动。好哦。哦，对对对，有三层的，然后它是蓝莓的，而且你看它颜色很漂亮，你看它有一个小奶油，好极嘞！看蓝莓味道就真的蛮浓的，而且下面是巧克力的面，所以其实真的蛮好吃的。而且我不会腻掉这味道，真的。嗯，哦，但是味道好，就是也不会太甜，然后也不会说就是不甜那样。而且我超喜欢吃巧克力，你要吃？哦。哇，更甜！你的做啊，没事没事。看，就是里面还有一些料，虽然有奶油，但是就是不甜。你很会说明的，果然还是你吃就好，因为我的汤面变很少。奶酪，觉得就看起来很好吃。嗯，漂亮耶。嗯，绿绿。嗯。你看，好像小朋友啊。没关系。没关系。食物就是要这样子。很专业的冰川哦，好甜哦！真的，现在吃几个？30个了吗？对，没错。你有在数啊？当然啊。我也我。因为这个是计划，厉害耶！大概20分钟，是30个。那你有点自爆了吧？完全没有。甜点是另外一个味啊，真的。你有2种味？我属牛，我4个味。啊，4个，嗯，很多。嗯，很多很多。那继续吃吗？好。他一直专心吃耶。唉，大家发现了吗？我突然发誓，但没有这个话题。颜色就很漂亮。
对耶，绿色，对，咖啡色、黄色，颜色很好耶，对，很漂亮耶。哦，有点像乳酪那样。可是因为现在几个啦？嗯，36。继续。不是。冷静一点 ，YouTube 的话，聊天上面也需要，所以现在我们聊天，除了吃的东西以外的话，好不好？好。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吗？没有。上次的影片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怎么样？你说食物还是回应？回应啊，现在除了食物以外的话题，我刚刚说过吧？大家就一直觉得我吃东西很疗愈，可是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吃东西会疗愈。没有吗？因为我不会拿着镜子然后这样吃饭啊，我就觉得跟大家一样，就是坐着然后正常吃饭这样，只是吃的比较多一点。对，你说跟大家一样。没有啊。完全没有，完全没有。可是我觉得你吃东西也很好看啊，什么？你特别好吃。你刚刚吃那蛋糕的时候，哇，真的，好棒。没有，不要称赞我，太习惯了。现在休息吧，所以我们的露露现在休息一下，那让大家看他休息的样子。没错，吃薯条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吃太多甜的就会很甜很甜，然后就有点不习惯那个味道。吃咸的才可以综合那个味道啊。哦，有道理耶。对呀、啊。对，有道理吗？我喜欢砂糖。哇，好好吃哦！我快要哭了，满嘴的砂糖味。看这一层超漂亮哦。其实我最喜欢是吃这一片。大家不觉得很绵密吗？真的超绵密的，我真的超喜欢这种不丁跟不蕾的。三元是不是不喜欢甜食啊？超喜欢啊！这个最好吃。对，一直留在这里啊！你要跟我说，我说过吧，鸡巴的熄火。你好好在意，你有迷信，迷信啊，不在意吗？会啊，哒啦，超可爱的，乳酸多，而且口感就比寒天的好吃，因为寒天的就有点像果冻，然后没什么味道，可是又爱玉的感觉，可是这就真的是布丁的口感，好吃的，帅哦，66，哇，寿喜，好满足。蚊子，哦，谢谢三元带我来吃甜点，没关系，吃食啊，吃饱了。还没，你休休看，吃饱了，吃饱了，原来如此，那不吃吧，换我，你要吃100个，不是100个，线下的，我走你，真的吗？对，三月你可以吗？可以，我不想让你勉强自己，你真的现在很辛苦吧，肚子也很痛，勉强自己吃，不会啦，不休不会。不要说不会，有一点，对吧？那我吃，好，看我吃的样子就好，帅吧？帅。好，休息一下，学习，大家看吧，英雄的感觉吧？有。啊，超级好帅！你看起来我也想吃的脸，不要这样，你很虚弱的女孩，好吗？然后我变看起来帅。三元辛苦了，你饱不饱？饱。好，我懂了你想说的意思。继续吃，今天的我的场面结束了。太好吃哦！你看这一层白色，上面就是寒天，这一片吃起来口感是甜甜的，好吃的，而且超漂亮的颜色。那现在就是六，是4个，很快，因为有你帮忙。对对对，我帮很多忙吧，超多。对，那我休息了很久。还有4个，终于来了呢，大家也不要错过这个感动的场面。他看起来很辛苦的样子，请大家给他1000元。加油，绿绿。还有一个，出来了。哇，出来了。感动了吗？最感动的部分是你帮忙。
三眼猫咪，露露，感动不过耶，超感动的、啊，没有，完全没有。这个大胃王挑战系列，好，一边喝一边吃东西，嗯，还有睡觉，没关系啊。对我们来说很感动的计划，是吗？是，为什么？因为比如说吃一百个鸡块，那个时候很辛苦啊，过了两天，所以吃完之后比较有跑完了马拉松的感觉。然后其他的影片也都花12个小时，嗯，难看吧？今天1个小时很快，嗯。还有你没有辛苦的样子，为什么？还有一斤自然薯条，这是什么？玉米浓汤加薯条。没有，我没有听过这样的食物。薯条真的是很好吃的，玉米浓汤加薯条是一件很好吃的。好好好，不要说薯条的话题，今天吃蛋糕的计划。那露露，今天最好吃的甜点是什么？嗯，马卡龙。哦，真的？因为它很甜，嗯，而且我喜欢它那个口感，还有它的颜色，小小的这样。幸亏了，露露。怎么样？今天的感想？很久没吃到这么多甜点。哦，真的？有特别的感觉吗？其实甜点真的比较容易饱，因为有点腻，所以我其实觉得有点饱。哦，真的？比起咸食，你也会觉得有点饱？就是甜的太多了。可惜呢，我的目标是让你说我饱了，但现在的话有点饱。再加油！那下次见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如果喜欢的话，按赞、按订阅、按铃铛，还有上次的影片，我的 IG， 你也要 IG 吗？好。哦，那露露的 IG， 你的 IG 上有什么？是的，照片吗？更多生活的乐趣。不是都是知道，都不是哦，很少。